这世界充满爱，来抱一下，爱无处关怀。江志芬跟龙千玉两位要用新的来唱出这首《永心》。那个摄影机照到你的时候，那边会显现出来，请大家不管你是拥抱或给对方一个爱心，通通都可以。同时请大家掌声鼓励《永心》。我们用心珍惜每个当下，来珍惜我们身边的人事物。跟姐姐先起个头好不好？请你一个。亲一个，抱抱亲亲。生命这精彩，有缘才有你，甲我踮这坐斗阵，有份才有我，感受你的爱。用心看咱的世界，这世界充满爱。来抱一下，爱无处关怀。为哪落土的过去，亲一个，天准的来，人生的方向家己安排。朋友总有离别时，等待分开一日日。才用心体会，用心疼痛我的爱。哎呦，哎呦，好，亲一个，嘴巴擦干净，亲一下。用心看咱的世界，这世界亲一下，亲一下。认真看，爱付出关怀。抱一个，抱妈妈。过冬天春的来，人生的方向亲一个，亲一个。安排朋友总有离别时，来来来，抱一个，抱一个。一日日，且用心体会，用心疼痛我的爱。哎呦哎呦，赶快赶快赶快抱一下，抱一下。哇，好感动啊！对呀，真的。还好没有拍苗可丽跟徐孝顺。我应该会打他。我应该会咬你。哎，好，我们今天哎，你还好吗？哦 ，OK， 感动感。他很。很有情感，没有今天有感情的人。你知道，我弟弟刚刚听你们讲这故事以后，他刚刚我知道他为什么也掉眼泪了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跟我爸爸讲过“爸爸，我爱你”。可是我爸爸真的很疼他，因为他是我们家唯一的男生。一直到我爸爸走的那一天，他跟我爸爸讲说：“爸爸，我要把这个厝扛起来，我兄弟姐妹一定会友好妈妈，你放心。”结果真的，我爸爸走的时候，他突然一夜之间长大了，本来出息弄我的牌，好家在后来我伊呀，我叫做大后天呀。来给他们姐弟鼓励鼓励！哇，所有的过去，好感动的现场。